宝宝，大懒虫，我们要起床啦！我们要起床啦！你忘记我们的秘密啦？我们今天要去干嘛呀？嘿，我们起床啦！走路，走路。王子宝贝，宝贝。快点，快点！今天要去执行什么秘密任务？一个蛋糕。小鬼，小鬼。逗逗你的眉眼，让你喜欢这世界。哇啦啦啦啦啦！打败人，打败人！五零号有人吗？哎呀妈！龙卷风。哎，师傅侬好，阿拉是爬手，啥话都爬手。我觉着侬搿事体，我的身影当城市融进了夜色。金章，徐总，金章，给我。因为当时总有一盏灯火，是你为我亮起。我走过长长的一年四季，我总是想着你，想起我们终究也没有在一起。只要涉及到火的事情，那肯定就大事情。当你忘了昨日的绵绵情意，当我也忘了你，能否明白这本就是年轻的游戏。啊，这照片也不是很清晰。好，这边签字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生日祝卡很美的哦，等着什么鬼，什么鬼。报仇了吗？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他是抓坏人用的，他开警车超快呢，很厉害。我觉得我儿子还是喜欢我穿着制服那种正义凛然的那种样子。我想一下，这么完美怎么会有缺点？那你会因为爸爸工作太忙不陪你，然后你生气吗？嗯，叫别人玩。其实我觉得最遗憾的还是错过了孩子很多成长的时刻吧。我其实经常碰不到我儿子的面，下班回到家他已经睡着了，所以就只能进房间看看他。如果你悄悄的最想爸爸陪你做什么？玩具一整天啊，那其实可以跟他一起踢个半天的足球，然后我们踢完球可以再陪他一起拼拼乐高。嗯，宝宝，其实对当爸爸这件事情我也没有什么经验，然后有做的不够的地方呢，希望你也能够多多的谅解爸爸。以后呢，爸爸少打游戏，然后多和你聊聊天，我们可以一起玩。爸爸希望能够参与你今后每一个成长的瞬间，爸爸爱你哦。他说他最想收到的父亲节礼物是儿子能为他画一幅画。爸爸，爱心、花朵、天空、太阳、蝴蝶，我，爸爸，我爱你。